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구준엽 디타이后 首次现身的消息登上了韩网的热搜。根据媒体报道，구준엽在今天上午为了接受 PCR 裁剪走出了防疫旅馆，这是来台后首次的公开露脸。而구준엽面对来到现场的非常多记者们一一的鞠躬致谢，而长期十天的隔离将在今天晚上12点结束，表情看起来好幸福，呵呵。看这影片，我好像也在一起等待的感觉。为什么我会对别人的结婚这么心动呢？好期待两个人的见面。不是，台湾的媒体好积极啊！哇，구준엽体格好好，听说会直播，真的好想看。不是구준엽的粉丝都产生兴趣了。防弹筋动手术。3月19号 Big Hit 官方发表声明，仅在18号日常生活中食指受伤，马上前往附近医院急诊室，经过检查后发现食指筋部分受到损害，被诊断需要动手术，因此在18号接受了食指肌复原手术。根据医疗团队表示，手术非常顺利，仅在19日已退院，为了快速康复，短期内会使用护具。看到公告后吓了一跳，曾经幸好手术顺利，希望赶紧康复，曾经要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，不要再疼了。莱恩雷诺的 Team Stray Kids 3月18号，男团 Stray Kids 以新专辑 Ordinary 的主打歌 Mania 回归了。而在公开新曲之后，好莱坞巨星莱恩雷诺子在自己的 IG 宣传了 Stray Kids 的新专辑，而受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。是 Tedpool 的主角吧，大方，真的很谢谢莱恩雷诺子，我是隔壁家粉丝，这次的新曲比之前的还要洗脑。不过在昨天发表新专辑之后，成员强斌确诊了新冠肺炎，而今天成员 Honey 也接到了确诊通知，希望成员们都能早日康复。TWICE 新纪录。3月14号 TWICE 的男男 MV 突破了3亿观看次数，因此 TWICE 一共拥有 Wagon, Cheer Up, Titi, Likey, What is Love, Heartshake, Fancy, Feel Special, Yes or Yes, I Can't Stop Me, Dance the Night Away, More and More, 男男等13首突破3亿观看次数的 MV, 刷新了 TWICE 自己的全世界拥有最多3亿观看次数以上 MV 的女团纪录。而 TWICE 的正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 Scientist MV 在上个月也突破了1亿观看次数，因此从出道开始的16首主打歌曲，第一张英文单曲 The Fuse, 三首日本单曲等， TWICE 也创下了共拥有20至1亿观看次数以上 MV 的大记录。出道7年了还是这么有人气，这都是你们努力的结果，真的很努力活动了，以后也会期待的。不过20首1亿观看 MV 真的好厉害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